闯进林肯的舞台，从来不怕眼红，就像白人的比赛抢到你脸红。当我 get 到你心脏，我莫名你激动，变相也是心中被挑逗的汹涌。如果说现在就能出道的话，应该就是韵凡。他的表现，他的自信，我觉得是散发出非常具有明星特质的。他非常的狠。被韦伯老师点名直接出道，他的表演到底有多狠？女团选秀节目《零二世代》DD52，最终 A 争夺战中，队伍烈焰之心中的选手蝶香和甄韵凡为昔日森林之王二战友再度遇见，被其他选手称为节目的世纪对决。蝶香跟 Danny 真的是世纪对决，他们就算一个输了，但大家看也会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是实力在心中都是 A 级。也许只是我单身太久，爱冲昏头，快说你对我也有一点心动。你是我盲目，我知道你身边少了什么，你身边肯定就少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我。 Boy after all of this could it be just you and me, don'tOverthink, don't leave me, cause you're meant to be. Oh, oh, oh. 闯进林肯的舞台，从来不怕眼红，就像白人的比赛抢到你脸红。当我 get 到你心脏，我莫名你激动，变相也是心中被挑逗的汹涌。做了全新的米格的烈焰之心 ，It's 那才配的魅力让你能感受。Girls， 我梦想的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 Let me hear you 尖叫声 ，Come on, make some noise.导师铁丝蛋选择甄韵凡，首席导师潘玮柏和杨丞琳也给出高评价。如果说现在就能出道的话，应该就是韵凡。他的表现，他的自信，我觉得是散发出非常具有明星特质的。所以今天其实反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他非常的狠，该有那个霸气的时候他也有，整个感觉是非常有水准的表演，他非常值得得到那个位置。把你想说都说出来了，哎、欸。是没有不爽。是没有不爽。可是以后一定会有个机会，我会直接的。可以了。